舒淇与绯闻男友冯德伦虽然一直不承认恋情，但是两人却一直有来有往。最近两人又怀疑一起过年，世源舒淇昨日上载与经理人管小姐的合照，并留言今日必定不输。其后冯德伦又在微博上载与管小姐合照，极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两人在差不多的时间上载与管小姐合照，而且管小姐的衣着打扮一模一样，怀疑两人在同一个地方过新年。不过其实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其他人，所以其实严格来说不算是私下约会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极品女莎莎鱼。